弟兄姊妹。咁咧，唔好意思，因为经过两日好长嘅教导啦、唱歌啦，咁大家都听到我把声咧，应该得翻一半啦。咁不过咧，今日主要我发觉每次喺呢啲位咧，就话哎呀点算啊咁，因为我哋靠把声，好紧张嘅时候咧，神嘅恩典就会出现。我记得有一次，我最后系比而家嘅状况更差，但我教咗三个小时嘅歌唱嘅教室。是完成了的，但是那晚呢就失了聲，然後之後就失了聲一個星期。那我都憑信心宣告呢，這件事是今天不會發生的。如果會的呢，我會將看醫生的表呢send給你們的教會。好感謝主啦，讓我有機會來到 Chicago 這裡，更加很感恩是來到你們的當中。因為我發覺這個教會真的好像它的名字一樣 Urban Voice、就是在一個社區裡面發出宣告神的恩典和愛的一把的聲音。既然你們的教會的名字已經說你們是一個 Voice 的話，我很相信真的神的心意更加是希望你們一個成為一個、在敬拜裡面都去向祂也都向著個社區來去發聲的一個教會。咁咧，我今日嘅呢个信息嘅主题啦，喺敬拜中遇见神。咁阵间会讲到更多，我哋点样去遇见神。不如开始之前，我哋一齐都做一个简单嘅祷告。亲爱主，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咧一班嘅弟兄姊妹，亦都有当中未认识你但系渴慕去经历你更多嘅朋友，我哋嚟到啊，愿意咧你都藉住今日。我们的刚才的敬拜，藉着我们领受的信息，藉着我们彼此的相交，我们能够更深地去体会耶稣基督你这份爱和恩典。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给我们每一个呢、都是走的时候呢，我们里面都是很饱足的，因为我们能够遇见你。感谢主，垂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可能我们都觉得我们对敬拜不陌生的、可能我们很多人，就算我们现在在教会每个星期的聚会，无论是主日或者我们的、团契小组，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敬拜的部分在当中。甚至你回想回你未信耶稣之前、你未正式真的很委身在教会之前呢，你應該都有接觸過詩歌或者敬拜，咁啦，或者呢一份嘅熟悉感咧，會俾我哋一個感覺，就係，其實我哋都知咩係敬拜啦，我哋個個禮拜都喺度敬拜緊啦，我哋都做緊敬拜呢件事。哇，一個鐘嘅聚會裏面有廿分鐘俾咗敬拜，好多啊，知唔知？咁啦，我哋覺得敬拜我哋應該好熟啦，個個都喺度啦，個個應該都有開口唱啦。咁其實我哋都識噶咯。應該不需要怎樣學啦，學敬拜那些應該是留給敬拜隊的。個敬拜的氣氛如何啊？個敬拜出來什麼樣呢？是敬拜隊的責任來的。所以呢，有人來到呢 train 呢 train 敬拜隊就夠了，因為敬拜這個範疇呢是屬於敬拜隊。但其實原來這個理解呢是不是太正確的。我哋頭先個報告都有講啦，我哋都要學讀經啦，係咪？咁聖經都俾咗你啦，手機入邊又有啦。咁我哋又講明我哋要睇喎，咁你睇咪得咯，咪做咗咯。點解要學啫？因為原來喺當中係有一啲方法。原來讀經唔係就咁睇啲字，我哋就會明。原來讀經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途徑，係會令到我哋可以喺個經文裡面吸收到更多神嘅話語，明白更多，以至我哋能夠應用喺我哋生命當中。咁其實敬拜都係一樣，唔係話有幾首歌出咗嚟，我哋跟住歌詞唱咗就等於我哋敬拜咗。原來敬拜咧都係有一啲我哋需要學嘅嘢嘅。咁如果我哋首先從敬拜係乜嘢，我理解一下敬拜嘅意思先啦。咁敬拜嘅原文咧，其實係講緊侍奉神啊。咁呢個侍奉神咧，其實係講緊我哋每一日嘅生活，我哋嘅生命，我哋每一天嘅擺上，其實都係一種嘅敬拜。但敬拜咧，同樣有另外一個意義咧，係講到好似一個你可以睇成為一個 activity， 即係一個特定嘅時間，一種嘅
一個的 action， 一個的行動，是我們將這個時間或將這個行動分別為聖，我們來特別來到去 dedicate 給神，就是為著要去讚美祂。而我們今天我們用了的方式就比較是一種詩歌啦音樂的方式，我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到做這個讚美神的行動。所以呢、如果我們這樣去理解敬拜的時候，我們會知道呢敬拜就不是講唱歌，雖然我們用唱歌的方式，我也承認就如果一聽到人說哦，即是入到來教會啦，哦在這裡唱歌，我的心就很不舒服了，甚至有一點被冒犯，因為我覺得他不是唱歌，我們在讚美。其實即是唱歌是一個的動作或者我們的表現，但這個唱歌的背後其實裡面是有它的意義，也都有神在我們當中的心意，稍後我們可以講到更多。既然我們說、敬拜不是唱歌啦，既然不是唱歌的話、就不是講我們的心情了，咁啲人話心情好咪唱歌咯，心情唔好又唱歌啦，咁樣喺度宣泄下啲情緒。咁或者會覺得如果係唱歌咪唱得好嘅咪唱咯，唱得唔好嘅就應該唱少啲啦，唔好嘈親人哋啦咁。咁但係如果敬拜唔係唱歌嘅時候，咁唱歌好唔好聽，中唔中意唱歌啊，首歌好唔好聽呢啲，其實完全都唔應該係個考慮，同埋唔應該係影響我哋敬拜嘅心情嘅一件事。因为敬拜并不是唱歌，敬拜是让我们重新将焦点摆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定睛在祂的恩典，在祂的美善之中。如果说到这样，敬拜是一件很认真的事。原来神对我们的敬拜都是有要求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敬拜就相等于昔日旧约时代里面的献祭。人为什么要献祭？是因为赎罪嘛。咁如果你睇翻聖經裏面好多關於獻祭咧，其實係好多規矩嘅。由頒布咗十戒之後，出埃及記之後一路講嘅咧，都係講緊要點樣去獻祭啦，祭司有啲乜嘢嘅條件啦，有啲咩要求，啲咩規矩。跟利未記咧，基本上差唔多全卷嘅書卷咧，都係講緊關於一啲嘅獻祭嘅規矩。咁其實相比之下咧，我哋今日應該幸福好多啦。我哋都唔需要學到咁複雜，我哋都唔需要記每一個祭嘅名啦。咩時間應該獻咩祭啊？祭司要做啲咩？如果祭司做得唔啱咧，又會死嘅喎。OK， 今日敬拜人敬拜得唔好，唱下走音應該唔會有咩事嘅。咁所以咧，相比之下咧，我哋今日嘅敬拜咧，應該係容易好多。我哋亦都唔需要帶嗰個牲畜。因為那個羔羊已經是耶穌基督自己成為了一個羔羊，成為了一個祭物，他一次的獻上又成為了我們的祭司，以致我們可以毫無阻隔地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和天父上帝和好，以致我們能夠重新成為神的兒女的身份。既然呢今天的敬拜的要求和我們需要做的事相比以前是容易很多的時候，學呢應該就不難，不過我們一定要學。那我想我們記得一件事，我們的敬拜呢其實是基於神對我們的敬拜的根基是耶穌基督的救恩。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也是我们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聚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群体，或者我们自己去敬拜神，我们要知道这个敬拜的根基是神的救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知不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的异端很多甚至是不是基督教的不想说邪教宗教的群体呢，他們都有詩歌的。有時候如果你一下不小心，你會不覺意被他的旋律和某一些詞彙來到去欺騙了。因為在佛教的詩歌裡面，你都不難會找到恩典這個字、慈愛這個字、感恩這個字。其實這些都是比較屬於我們基督徒常用，或者我們聖經裡面常用的一些詞彙。
咁佢嘅旋律都舒服噶、優美噶。咁但係你會知道咧，啊，你喺嗰首歌裏面係揾唔到耶穌嘅。咁另外喎，一個好最近好出名嘅，都大家一聽到話要被知則吉嘅一個嘅異端咧，全能神教會即係東方閃電啊！佢哋好犀利喎，佢哋已經發展到有唔同語言嘅啊詩歌。我聽過國語啦，我聽過韓文嘅，聽過英文嘅，應該有其他語言存在，不過我唔識就 OK。咁咧，你睇落去，佢因為佢係一個異端，咁咧佢都會有講耶穌，佢都有講神。但係咧，如果你係一個認識信仰嘅人咧，你認識真理嘅人咧，你睇睇下佢嗰啲歌詞嗰啲嘢都怪怪地，即係唔係幾對路。咁甚至咧，就連嗰啲唱歌嗰啲人嗰啲樣咧，嗱，即係我唔係馬後炮，我係真係聽到首歌，睇到佢哋啲樣，話點解咁好似喺度表演，即係好假，好似呢班人喺度，同埋係好老土嗰種假，嗰係好老土、好扮嘢嗰啲，即係扮到好興奮嗰種咧，即係好假咁樣。咁我就跟住再睇埋歌詞點解咁奇怪。咁我後屘再 check 翻佢個名字，就睇到啦，原來呢個係全能神教會嘅歌。所以咧，我哋要知道我哋嘅信仰、我哋嘅敬拜係基於救恩，因為呢樣嘢喺其他嘅假宗教裏面係揾唔到。佢哋可以用我哋嘅詞彙，但係佢哋裏面卻係冇耶穌基督喺我哋生命當中所做過嘅事情。因為耶穌基督係屬於神嘅兒子，唯有從神而嚟，我哋先能夠得著呢一份嘅救恩。咁所以咧，亦都係因為咁咧，其實敬拜都無形中成為咗我哋屬神兒女一個身份嘅象徵。我哋知道可能呢一度都有唔少係香港嚟嘅啦，或者都熟悉香港嘅文化。我哋知道前一排咧，好多嘅教會嘅團體啦，就喺香港嘅街頭去唱詩啊等等。咁其實當一唱詩嘅時候，無論係詩歌嘅內容嘅本身，或者去唱詩敬拜嘅呢一個嘅表現呢一個動作，其實已經讓人哋知道呢一班人係基督徒，呢一班人是信神，这班人是信耶稣。原来我们敬拜，我们唱诗，这个是一个我们身份的象征，就是我们是一班得蒙救赎，已经被神的救恩去买赎，也都是成为他的儿女，一班人的一个身份的象征。所以呢，原来敬拜当中是有这么丰富的含义的时候呢，我都很想弟兄姊妹去看重我們的敬拜。原來我們的敬拜在對外是一個的見證，我們的敬拜對神來說也是一樣祂很重視和祂很喜悅的事情。剛才我也有說到敬拜那麼重要，就好像我們獻祭一樣，當然神都會對我們敬拜有要求的嘛。今天的敬拜神对我们的要求又会是什么呢？其实呢，圣经里面都有不少的地方是有提到敬拜，但有一段经文是我特别喜欢，我相信我们都 很熟悉，经常听到。而前两年，不够两年，可能年几两年的时候呢，我就重新再去看这段经文，并且呢，神也都让我有机会去看到一本书，令到我更深入地去體會這一段的經文整個故事背後的意思的時候，我發覺我回想自己敬拜的經歷，我真的很體會到原來耶穌都是一個非常重視敬拜的人。這段經文呢，就在約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穌和撒瑪利亞婦人井旁婦人的一個對話。因為我都問過這個教會一些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呢，這個教會裡面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很熟聖經的，不用擔心，我不是考你們。所以呢，我就不打算全段這樣讀出來，因為我相信呢，你們都對這個經文的背景呢是有一些的認識。但是呢，我就想我們去 focus 在這幾節裡面。耶穌在撒瑪利亞那個井那裡跟這個婦人的對話，
佢哋耶穌從去問佢一啲嘅，從問佢攞水作為一個嘅切入點，展開咗佢哋嘅對話。到到咧，耶穌去同佢講話，好搞笑嘅啫。耶穌問人哋攞水，跟住同人哋講。你喝過我的水呢，活水呢就永遠不渴，即是明明你人家拿水，跟住你又說你自己有更好的，耶穌真的很特別。那呢，但就用這個活水的話題呢打開了，就讓到這個婦人呢，一直他們在聊天裡面，就讓這個婦人知道，咦，耶穌好像不是一個普通人，他好像知道一些一般人不會知道的，他好像是一個先知這樣。那呢，所以他們就不知道婦人是為了扯開話題還是什麼原因，或者其實這個可能也是反映他內心一種很真實的渴慕，他們就講到敬拜這個話題。婦人就說，你們猶太人就說，要在山上面，要 在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我們撒瑪利亞人，我們就說我們在山上面。那就講起這個敬拜的話題，那但耶穌就跟他說，婦人，你要信我，時候將到了，你們拜父的呢，不是在這個山上面，亦都不是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呢，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那裡出來的。那這個都再一次，他亦都 affirm 了我剛才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敬拜根基是救恩。那我們再看下一段，耶穌接著就說了，那些真正去敬拜父的人，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去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到去拜他。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人呢，是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到去拜他的。那我们呢，常常都会用这段经文来讲敬拜啦，或者我们有时祈祷呢，我们都会 call 这段经文，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但其实什么是用心灵和诚实呢？如果呢，我们查考回圣经，因为坦白说这个和合本真的已经是译了很多年，有时候它的翻译呢未必是最表达到它原先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回原文，或者简单一点我们看英文的翻译呢，其實這裡所說的心靈和誠實，我們就會看為用個心咯，還有你很誠實，即是不會虛假，不要騙人，這樣即是可能是這樣的意思，很 honest 這樣。但是原來不是這樣的意思，原來這裡是說的我們是要用心靈按住真理來到去敬拜神。英文是說 in spirit and in truth， truth 是代表真理。咁按著真理嚟到敬拜咧，可能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比較容易一啲嘅，因為我哋都會睇聖經啦，我哋都有背經文啦，我哋咧都對聖經咧係有一種嘅追求，我哋都會認識嘅，同埋咧每個星期都有牧者分享聖經啦，咁咧我哋應該喺真理嗰方面咧，我哋應該係揸得好穩嘅，但係反而，可能在心灵那方面呢，发觉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很知道，或者不是很 get 到怎样叫做用心灵来到敬拜。那我也想补充一点，在真理的敬拜，除了我们可能会看到是明白圣经呢，又或者是不会好像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一些假的詩歌，其實不知道在拜什麼、讚什麼，但是以為自己在按住真理敬拜，除了這些的情況之外，其實呢有時都會代表著呢，我們是不是真的將個敬拜的個 focus， 敬拜的焦點放在神和祂自己的話語裡面。那什麼情況是不是將個焦點放在神和祂的話語裡面呢？例如我们会留意究竟今个礼拜谁带，如果唱得比较好的那个 team 就暗自就开心，如果唱得麻麻地有少少难听和闷那些，我们就哎呀他带了。那例如什么是不是按住 focus 在神，例如音乐，例如那首歌，
可能我哋都唔係淨係弟兄姊妹嘅敬拜隊裏面都有嘅。我都聽過唔少人都講過，唔係嗰首歌真係好難聽啊，我唔係好想唱。嗰首歌真係好老土啦，我真係彈落去咧，真係覺得好似翻九十年代咁樣。咁好多呢啲嘅因素啦，會影響我哋敬拜嘅心情啦。咁呢啲咧就係講緊係唔係將個焦點擺喺神，唔係按住真理啦。因為就算首歌如何啦，但除非啲歌詞有問題啦，呢個又另作結論。就算首歌嘅曲風如何，就算佢彈嘅人彈得好聽難聽，唱嘅人好彈，呢啲其實都唔會影響神自己噶嘛。神係不變噶嘛，神嘅恩典係唔會改變啦，神嘅愛係唔會改變，神嘅信實唔會改變，神嘅美善唔會改變，神從來都冇改變過。咁但係咧，所以我哋都唔應該俾呢啲嘅嘢影響啦。但有一樣嘢會影響我哋敬拜喎，就係我哋嘅心，我哋嘅心情啦，我哋嘅心靈啦，我哋點樣去睇我哋自己同神嘅關係啦？呢啲會影響我哋嘅心嚟到敬拜。咁但係咧，其實點樣為之打開心敬拜？我哋先同打開心敬拜咁點樣打開心啊？未俾把刀你夾去打開？點樣叫打開心啊？好抽象啊！其實咧，打開心一個好直接，但係唔簡單嘅一樣嘢，就係我哋要放低自己，放低自己本身諗緊嘅嘢啦，放低自己一啲嘅執著啦，放低自己一啲嘅睇法，放低自己一啲嘅掛慮，放低自己嗰一刻嘅情緒。咁但係呢個放低咧，又唔係講緊話掩飾扮冇事。因為神都不是要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去敬拜祂，這個放低也都是代表著我們願意去將這些東西去交給神，還有更重要，我們是願意用神自己的話語，用神的真理，用神的愛，用神的應許來去取代這些東西。咁我哋要學習點樣用心靈嚟到去敬拜啦。咁呢樣嘢咧都係真係要去學嘅。首先啦，我哋咧有陣時聽到啲歌咧，如果你識唱就跟住唱啦。但有啲時候咧，我哋都唔需要好心急咁樣要即刻跟住唱落去嘅。咁但又唔係叫大家唔好唱喎，唔出聲喎。聽下個啦，喂，你講 Banner， 你講完應該跟個個合埋個口唔出聲，唔係咁嘅意思。而咧，我哋有時都可以去咀嚼一下嘅歌詞。我哋理解一下咯，我哋感受一下嘅歌詞。咁我哋然後理解咗，或者聽到，或者呢首歌，哦，我都熟悉，或者我想跟住去唱。咁你想跟住去唱嘅時候咧，你真係用個心去唱，你真係盡心去唱。你知唔知咧？無論我哋講嘢啦，我哋讀一啲字啦，或者我哋唱歌咧，我哋唸口往式咁樣，即係讀喺個唇入上面。同真係你好認真，真攞嗰個心出嚟讀咧，係好唔一樣嘅。如果你唔信，你試下。今日冇乜時間去做呢啲嘅 practice， 但係原來咧，我哋真係盡心同埋用心去唱一啲嘅歌啦。係 it takes 我哋嘅 mind， 係需要我哋嘅思想，需要我哋嘅專注，需要我哋嘅身體啦。我哋你唱歌都要用力噶嘛。咁你發聲啫，個聲帶喺依度啫，但係你都要用力噶嘛。咁如果你再用埋你嘅身體語言嚟到向神去表達你內心嗰份嘅感受嘅時候，其實呢個真係絕對係一個全身全人嘅一個嘅行動嚟噶。咁另外咧，我哋要找揾一啲空間去聆聽啦。所以咧，我唔記得琴日敬拜嘅訓練嘅時候冇講，好似冇提到。其實如果我哋時間許可嘅咧，有時我哋都可以有一啲音樂嘅空間，都俾人有機會去聆聽一下神。因為當我哋唱一啲嘅歌嘅時候，其實我哋裡面都有啲嘅感受嘅。有時咧，可能神嗰一剎那都同我哋講嗰啲嘢，咁我哋都可以有啲嘅空間咧嚟到安靜一下，嚟到去聽下，嚟到去感受下。甚至咧，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已經聽到，我哋可以用嗰啲少少嘅空間輕聲同神嚟到。簡單嚟到回應，呢個回應可能好簡單，就係、是、哦，係啊，主啊，感謝你。哦，主啊，係啊，我知道啦，多謝你剛才
咁样嚟到去安慰我，好简单嘅。但系咧，我哋就系唔系单单嘅唱，单单嘅献上，我哋都有期待，我哋可以从神嗰度咧去接收一啲嘅嘢。咁咧，头先我提到关于身体语言啊，因为时间有限咧，都唔会讲好多。不过咧，好快速地去讲一讲。昨天的 training 就讲得比较多一点。其实我们华人是一个比较含蓄的群体，就由我们的教育的制度就知道了，小朋友就是坐定定，不要动，不要出声，那些就是乖的小朋友，周围走又讲话又多口，那些又是曳的小朋友，就是好像我小时候就是曳。咁我哋都會有一種，就係、是、喺一種咁樣嘅塑造底下咧，我哋不知不覺間咧就覺得我哋嘅沉默啦，或者我哋嘅唔好亂嚟，就係、是、一種叫做安分守己同埋最恰當嘅一種嘅表現。但係我想講，其實咁樣係唔正常嘅。細路仔點會唔賣咧？細路仔點會唔笑咧？細路仔點會唔講嘢？點會唔跑咧？係我哋。要佢唔好喐啊嘛，你明唔明咧？唔正常。如果你有个细路系咁样，可能你要担心。咁咧，同样地咧，其实神创造我哋系有好多嘅反应啦，系会好自然喺我哋嘅身体里面表现出嚟嘅。例如，如果你好开心，你就笑啦。咁头先我可能讲咗少少烂嘅，你都觉得好笑，你会笑咁样啦。咁或者咧，我哋举个例子，就系好似啊你。看波咁樣，你好中意嗰個 team 入翻咁樣，咁你會嗌啦咁樣。如果佢做得唔好，你咪搞錯咁。即係我哋係一定會有一啲嘅反應嘅。你嘅情緒裡面，你嘅感動裡面，你開心唔開心，其實係會有啲反應。咁譬如我哋見到人嘅時候啦，我哋表示歡迎啦，咁我哋會唔會咁樣？哦，歡迎你喎、啊，會唔會咁樣啊？唔會噶嘛，我哋真係歡迎一個，我哋好自然就會。啊，即係笑啊，最基本啦，我歡迎你啊，或者啊咁，咁或者我哋再做得多啲嘅就係握手啦，或者如果打開個手啊，請入嚟啊咁樣，或者同性別嘅咁啊，通常見面就未至於咁嘅，我哋中國人會咁，可能走嗰陣啦，同性別嘅就擁抱下，咁呢啲其實係好自然嘅反應嚟，感動嘅時候、傷感嘅時候，可能我哋會沉默啦，我哋會流淚啦，我哋會諗嘢啦，啊，你真係覺得好卑微。可能你會耷低頭，甚至有些情況你會跪低等等。其實這些都是神創造我們的時候，給了我們一些很自然的情緒和一些的反應的。但是呢，就在我們這樣的文化的塑造底下，就令到我們好像反而不能夠用我們最自然的方式來去向神來表達。那說到這裡，我想大家站一站起身先，是的，站一站起身。那我想大家呢，可不可以举一举你的手，举一只先。好了，举晒两只。咁我哋一起拍手嘛。嗱，好得意嘅，一路拍手的时候咧，个样系笑住嘅。我苏花未见到一个好黑口黑面咁样拍手啊。咁如果你身边有个熟悉嘅人或者同性别嘅人，你可唔可以俾佢一个晒黑啊？咁样诸如此类咁样。好了，這個示範完畢了，大家坐下先。那你有沒有發現呢，原來我們的肢體語言呢是會影響我們的情緒的。因為呢，原來我們剛才呢這樣一直拍手的時候，不其然就會笑著。其實你唱歌的時候，如果那首歌本身是很輕快，你的心情都不是差，你都少少開心。但你跟著一起拍呢，會特別開心。那譬如有些歌很厲害這樣，譬如剛才那兩首就好勁啦！不過我唔會將兩首 minor 歌擺埋同一 set 睇，咁咧就好勁咁樣嘅聲音咧，就即係譬如話嗰啲咩你功已降臨，即係嗰啲位啊，或者睇首咩願負你的榮耀，咪權柄降下咁樣啦，你是人救數萬光萬萬，即係嗰啲咁樣咧，咁咧你又佢唱越嚟越激昂嘅時候咧，一路 repeat 緊，repeat 緊。就不是沒有歌詞好唱的、okay? 其實只是
重複緊，因為表示呢句係好重要，同埋重要係 we want it。We want it， 即係好似嗰啲細路仔係咁嘅，阿媽你應承咗俾雪糕，我就問十次咁樣，係咪啊？我有 ice cream 未？我有 ice cream 未？我有 ice cream 未？我有 ice cream。其實係 we want it， 所以我哋不斷重複、重複、重複 ，we declare it。咁咧誒，但係咧，如果你一路唱咧，會覺得咁樣再唱第一次就願乎你的榮耀，權柄降下，你施恩多數關懷，再重複又咁。佢越嚟越澎湃，越嚟越勁嘅時候，啊，我唔知道大家，我自己啦。我都 consider 自己是一個正常的人，因為身體是有少少忍不住，因為你在那裡求緊啊嘛，咁你求或者你係渴求嗰件事的時候，唔會冇反應，不會十次是一樣。願乎你施恩，國度權柄降下，即係唔會咁樣嘅，你一定會即係激動咁樣啊！即係榮耀降下，即係係好自然嘅，係會嘅。嗱，因為咧，我個人咧就比較豁出去嘅。所以我就雖然對住你哋我都可以好自然流露，好唔好？你教敬拜嘅人係會咁樣就，咁你哋就唔需要好似我咁誇張啊咁。但係呢個對我嚟講都係好 natural 嘅。不過咧，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假如我哋內心真係有呢啲嘅感受，我哋係可以表達出嚟嘅。我相信咧，拍手啦，譬如頭先第一首歌咁勁啦，即係咩主坐在寶座上，跟住後尾咩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如果是拍手呢，我相信我們幾位牧者是不會走上來說剛才誰在那首歌之後拍手，我相信應該不會的，是吧？或者如果我們真的有感動，我們真的舉手呢，我相信應該沒有人說喂你的手阻住我，麻煩你縮開我看不到，應該不會的。昨天也舉了一個例子，你的頭痕，你都會舉手拗啦。咁你想舉手，使乜驚阻住隔離嗰個啫？咁你大力得就係發親佢，我就唔敢講啦。咁呢度嘅空間應該足夠。但其實咧，原來神創造我哋嘅時候，佢已經預備咗我哋嘅身心靈，係對周邊嘅事物，特別係對佢係有反應，係有感受。但係咧，我哋要學習一樣嘢，就係。我哋要願意擺低我哋自己一啲嘅執著啦，而呢啲嘅執著呢個字個範圍好廣，可能包括曬我頭先提過嗰啲嘅思想啊、情緒啊、擔憂啊諸如此類。個執著亦都可以包括埋話呢個唔係我嘅習慣，呢個唔係我嘅喜好。但我想講咧，其實你諗下，我哋話我哋嚟。尋找神，我們來到殿那裡來到尋找神，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完全，因為神已經在這裡，神不單止在這裡，祂更加是在我們的心裡面。既然這位這麼聖潔、這麼完美的主，祂都願意來到我們的當中，甚至住在我們裡面的時候，這份的恩典是几咁大的时候，会有什么原因令到我们对他是没有反应、没有感觉呢？其实耶稣在他和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对话里面，这个整个的圣经记载里面，他不单止告诉他什么是敬拜，他也都展示了给他看，也同样给我们看什么是敬拜。原来敬拜就是耶稣基督愿意去到人的当中，去到撒玛利亚，去到一个不应该是犹太人踏足的地方当中，来去等这个妇人，去个井旁等这个妇人，为着要跟他讲话傾偈，為著要話俾佢聽，我知道你嘅事，我知道而家同你一齊嗰個都唔係你嘅丈夫，我知道你過往有五個丈夫，我知道你嘅羞恥，我知道點解你好揀唔揀要揀一個中午熱嘅時間嚟呢度打水，因為你唔想遇见其他人，
我知道你一直在度隐藏，但是我而家嚟到，我嚟到去寻找你。原来当我哋喺敬拜里面，当我哋愿意去 position 自己，我哋愿意将自己摆喺一个位置，就是愿意去让神进入我哋嘅内心，让神嚟到去触摸我哋嘅内心嘅时候，我哋可以好似呢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嚟到遇见耶稣。我哋点样知道去遇见耶稣？就从佢之后所讲嘅说话。当耶稣话俾佢听，你一路等候嘅嗰个尼赛亚，而家同你讲紧嘢嗰个就系佢啦。当呢个妇人佢同耶稣讲完呢番嘅对话，他发现耶稣知道他的羞耻，知道他的过去，他发现耶稣是一个犹太人，是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对话，还要跟一个女人有任何的对话的时候，但是耶稣竟然愿意这样做，并且他也都因着耶稣所做的事 confirm 了耶稣就是一个尼赛亚的这个身份。他相信，他相信这个经历改变了他的生命，由原先是一个连攞水呢样咁基本嘅生活嘅需要，佢要一定要攞水嘅呢一样嘢，佢都要拣喺一个冇人见到佢嘅时间去做，而变成佢可以冲出去城外面，周围同人哋讲：你知唔知道我遇到一个人，佢能够将我过去嘅嘢都讲晒出嚟？其实可能佢个城咧，好多人都知道佢啲事，所以佢话佢可以将我过去嘅讲晒出，大家都知道佢啲咩事。但他不再害怕了，他不再羞耻，因为他遇见一位又真又活，并且是主动来寻他的主。所以当他去遇到耶稣以后，不单止他被主耶稣那份的爱和接纳医治了他的内心，同样呢，耶稣都改变了他，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甚至让到他成为一个要去传福音的人。当他走出去外面，到处去跟人家说他遇见一位可能是尼赛亚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传着福音，他就不再介意将自己的过去告诉人家。原来我们的敬拜是可以这样，原来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在敬拜当中，我们将我们的焦点对准神的时候，我们愿意被主来到去触摸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敬拜当中来到遇见祂。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一次的经历，其实这个会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循环。我们去下一个神，当我们是因着神的救恩，我们来到去敬拜赞美，当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是用我们的心灵按着真理来到去赞美，当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遇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恢复的时候，其实这个经历会鼓励我们更多来到去敬拜。因为你品尝过敬拜当中能够与神相遇的好处，那份的甘甜的时候，这件事会吸引你继续来到再在神的话语，在跟神的交往里面来到再一次去寻求祂。而这个会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不断的循环和不断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就算我们信了主有多久，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历程，有高有低，有起有跌，就是每一刻我们感觉到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寻求神。但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医治、神的触摸、神的改变的时候，我们重新有力量的时候，我们也都同时间去继续去寻求神，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不可以没了祂。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呢去学习敬拜的时候，敬拜都不够上来，让我们学习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去体会原来敬拜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是神给我们一个能够直接跟祂去相交，能够去遇见祂一个很宝贵的时刻。
敬拜并不是那二十分钟，敬拜是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可以来到去与主相连，并且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当我们愿意去扬声来到去赞美祂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透过诗歌将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来到去宣告，来到去 declare over ourselves 的时候，这些的真理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敬拜并不是因为神要我们赞祂，神有多好，神有多厉害，神有多奇妙，祂不知道吗？神当然知道，我们每一个都是祂创造的。原来神要我们去敬拜，去赞美祂，去高过祂，不是因为祂的 insecurity， 是因为祂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断去提醒自己，这位的主有几爱我，这位的主对我有几咁重要。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都用这首诗歌来去回应。高天深海诉说你是配得尊贵，天空掘了高墙赞颂你的永远，深知你所喜爱，却是以心灵献奉给你，成为你最欣赏喜悦的敬拜。高天深海诉说掌管所有。